好兄弟姊妹，咱阿头来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今日早起，予阮兄弟姊妹当聚集伫这个殿堂来敬拜你。求主保守兄弟姊妹预备好家己参加今日的敬拜，并伫敬拜前先省察家己，求主的保护洗净一切。找不到未现的罪，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。求主予来参加敬拜的兄弟姊妹，有一颗渴慕的心，来到圣殿中切切寻求你的面，在爱慕内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。求主赐下敬拜而落的灵，予兄弟姊妹当被圣灵引带。用心灵诚实靠求心和的俄罗斯，让我们和圣灵充满，靠求神歌来荣耀你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头拄啊，阮哩长老讲的，我顶边伫即个徛伫顶台。这个讲台是17年前，时间过了够紧，17年呢。哦，啊，但是今仔日因为真无输无敌的，委托我来替伊讲几句话。我做基督徒以后所感受的心情，所以我今仔日的这个讲到题目叫做“孝顺家己”。望神欢喜的日子，不是单单孝顺你家的日子，是和上帝会欢喜的日子。所以今天要来开始讲道哈。我的屏幕在对，我没拿起，是的。OK， 大家都有看到一张公营的退休了。咱这个教会的年龄无讲真少，所以大部分也是，若不是退休，就是接近退休的年龄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个代志真心实。因为这个跟今天的诗篇90篇，摩西所讲的诗篇90篇有很大的关系，咱叫做公营的退休，哈、哦，人的一世人哦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平平淡淡，默默无闻。或者是名声响亮，总是有时日，你爱对职场上退休落来。退休前期待着退休的日子来到，但是真正退休以后呢，会感觉失落，已经过时，被人淘汰，无用武的所在。所以你若要近退休，唔茫啥欢喜，因为你有退休了后有迄个感觉，但是已经变作一个无路用的人。过来呢，你安尼去想讲，我呢努力一世人，你会怀疑人生伫这个世界有啥物目的，有啥物意义呢？今仔日咱做伙来探讨这个问题。找出一个答案，予咱过来日子会当有所贡献，予咱知影咱的使命，咱是毋是上帝予咱的使命，咱是毋是有完成？这条道是摩西的祈祷。
因摩西的祈祷，咱今天所读的诗篇第九十篇是摩西向上帝的祈祷，伊可能是伊年纪真老的时阵，咱知影伊真老才出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伊伫旷野四十年，这个时阵大概是差不多旅游的最后一段时间。伊所写的，伊发觉着讲千千万万的同胞，因为无信上帝，死伫旷野，所以有迄个感觉。这个诗篇讲着人类的伫世间的性命是非常的短。但是上帝是永远存在。在诗篇内底，摩西向神有一个祈祷，就是讲求你指教我安怎孝顺家己的日子。咱平时所讲的日子，是讲那是照日历来计算的时阵，一日就是一日。你过一年就是过一年，足简单呢。啊，你几岁？你八十岁，所以算讲你有八十岁的年纪。但是伫上帝眼光来看呢，这袂当算少，因为有诶你会当算少，有诶你袂当算少。咱伫世间诶日子是有限诶，吼、哦，咱要安怎来？讨上帝欢喜，我那每过一日会当算一日，我那会当追求这个答案。咱属灵的日子是按照咱伫神面前的情形来计算。当咱远离上帝、死伫罪恶过犯中的时阵，咱诶在上帝面前是无日子当算。等到咱悔改、归向神、甲神有沟通，迄个时阵，咱的属灵年纪才开始。所以咱即马啊，来问这个问题：人生的目的是啥物？人生的在世的目的是你荣耀神，吼、哦，咱伫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安尼讲：凡称为我名的人，是我家己为我家己的荣耀，为我家己的荣耀所创造的，是我所造成所。做作，这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安尼讲。咱先来了解神安那做人，咱知道伊是讲这个。安尼讲啊，做人是要为着伊家己的荣耀。创世纪第一章有安尼讲，上第一章第二十三、六十到二十八节，上帝创造人安尼讲，上帝就照着家己的形象做人，乃是照着伊的形象做男做女，伊呢？叫因生养众多，众多遍满地面，治理这个世界，管理海内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各项行动的活物。所以以赛亚书特别安尼强调讲，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伊家己。啊，咱要安怎荣耀？吼、
我们要知道说在诗篇100篇第三十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就要知道耶和华是上帝，我们是他所做的，也是属于他的，也是他操场的油。我们给人跟我们说，我们要用大喜乐来敬拜上帝，来荣耀上帝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说主题是在那里安怎荣耀上帝。我们要怎样荣耀上帝？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让上帝欢喜，你不要做那个上帝不欢喜，你不算数。我们如果做让他欢喜的事情，上帝就会感觉得到荣耀。我们先要把最重要的是说，我们知道人类是被造者，上帝是创造者，我们要尊重他的旨意，敬畏他，来听他的命令。我们要让上帝欢喜，有七项事情，这是我做基督徒了后所感受的七项事情，我们要做。因为这七项事情，你做这七项事情做了有成功，都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第一项是说对圣灵重生，叫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我们记得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第二就是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听神。第三是爱听爱人如己，同时也是爱家己，不是只有听别人，不用听家己。专心专人献上给上帝做活祭。第五是说给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。第六是忠心侍奉耶稣的教会。第七是时时祈祷和神接近。我们今天要注重在这项七项事情一项一项来探讨。第一项人想要讲的，就是说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还是圣灵所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咱第一项代志就是讲，咱爱做基督徒，因为咱你若是无属基督，你就无得到上帝欢喜。吼，伫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安尼讲。在那个所在记载的耶稣和尼哥底母说重生的道理，因为当上礼拜我们有听几位长老所说的重生，今天再说一遍，是我们这个要说的这个七项事情的第一项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跟你说，人若不是对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从灵生的则是灵。还说我跟你说，你们必须重生。OK， 什么是重生？重生就是讲搁再生，吼。因为咱的灵命已经死了。咱讲伫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有安尼讲，讲耶和华用上帝用地上的
土做人，将身躯推，本地伊鼻腔内，伊就成做有灵的活人，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，亚当是有灵的活人。上帝甲伊讲，讲你伫远，伊住伫伊甸园，伊讲你伫伊甸园所有的树仔果子，你拢会使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。神恶树迄个果顶冠的果子，你袂使食，因为食的日子你一定死。后来阿东甲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，食禁果。迄个时阵，阿东夏娃的身体、肉体并无死，但是心灵却已经死了，袂当甲上帝沟通。因以后，伊个后裔阿东夏娃个后裔，灵、心灵拢是死的，袂当甲上帝沟通。圣灵的洗，就是讲是圣灵伫每一位信徒。哦，为什么咱在搁在？重生一遍，因为咱的灵命已经死了。咱头拄仔所讲的，就是讲，这个伊的后裔阿东夏娃的子孙啊，伊的灵也拢死了。所以就是这个重生圣灵的洗，就是讲，和每一位信徒一定身上会当。做的所做的工作，和信徒会当知影做悔改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甲伊同死同埋葬同活，经历重生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重生是生命的改变，互人经历这个再生，有新的身份，成做上帝大家庭的一个成员。因为重生。和伊个后裔个灵命，拢搁再活起来。咱知影灵命死去，后裔灵命大概拢死去。经过重生了，圣灵个洗以后，大概灵命才会当搁复活。搁复活了后，才会当甲上帝沟通。所以第一项代志上重要，就是讲咱爱成成做基督徒。这个第二项代志，第二项代志，咱应该做的就是讲，爱遵循上帝给咱的大诫命，因为大诫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节安尼讲。主耶稣教示咱，你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基础，也是共款，就是爱听人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甲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咱要来做这个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、爱心这样代志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所记载的十诫，第一诫就是讲上帝讲的，除了我以外，恁唔通有别的神。意思是讲，咱爱敬畏、亲爱、信靠上帝，超过一切。上帝爱的人，上帝先爱人，不是咱先爱上帝。就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，神疼世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予咱，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上帝听咱甲遮尔啊深，咱是毋是应该听伊呢？什么叫做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爱上帝？就是真人所拥有的去爱上帝。真心包括思想、意志、甲情感。咱用目睭、用心、用耳、用嘴，在行动。真心包括气息、生命、灵魂。真意是讲包括理解、思想、心智甲意念。真力是真力的力量，真力的能力。所有在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来听上帝，咱的上帝是讲咱奉献咱所有来去听上帝，拢爱用。用着咱的五官、行为，爱活出上帝所喜悦、所欢喜的生命，就是听神。搁过来，咱们讲的，就是讲第三项代志，就是讲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呢？伫马太福音有安尼讲，第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安讲，耶稣安尼讲，伊讲爱人如己，这是神的第二诫命。利未记安尼讲，利未记十九章二十八节安尼讲，唔忙报仇，也唔忙埋怨你的本国的人，却爱人如己，这是伫。古约圣经内底唯一一句话直接的话讲爱人如己，这个经文，爱人如己会当讲是爱别人甲爱家己相款。你爱别人的时阵，是徛伫别人的角度来替别人想，唔是讲你爱别人就爱和你同款。你确实一个罪人的时阵，你是无爱讲别人和你同款做罪人，所以咱要有一个分别哦。这个爱人如己呢，因为是实际上是咱先爱疼别人哦。不是先疼家己，你不可能讲疼家己的身体，但是你无要疼，但是你爱疼别人的身体，有可能你家己本身做无好，所以不应该完全是相反。爱如人如己，也不是讲拢听对方的，对方若要安怎，你就讲拢好，因为咱祈祷上帝是。不一定大家都得到上帝的应允，所以不是，这是相反的道理。再过来就是讲讲这条第二界，咱唔忘袂记得讲，爱人如己，你也是爱家己。你无，唔是干那讲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听神。爱人如己是爱家己，尊重家己，无自轻家己，不自贱家己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有安尼讲，主耶稣安尼讲，两个麻雀唔是卖一分钱吗？那是恁的爸无许可，一个也袂当干落伫涂骹。就是恁的头毛也拢予人算过，所以毋茫惊，恁比麻雀搁较贵重。人伫上帝眼光中是遮尔啊宝贵。
爱人如己诗篇，咱要安说爱人如己呢？第一是讲远离罪恶，咱都爱远离罪恶。第一篇诗篇，第一篇是非常好的一篇诗篇。伊首先甲你讲是讲恶人甲善人安那区别，所以第一篇有安尼讲，第一篇第一节安尼讲，不将恶人的计谋，无要徛伫罪人的道路，无要坐伫亵慢人的座位，就是讲你唔通甲罪人做伙，这句话足。直截了当，甲你讲，唔通甲罪人做伙，咱爱远离罪恶。我过来讲，第二项要做，安那疼你家己呢？你得爱有好的品性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九十到二十一节，讲到真济人的好品性，啊，還有一點就是說，不能以惡報惡，要跟眾人和睦，不能自己心軟，你可以讓步聽憑主的路。經常這樣說，心軟在我，我必報應，不通為惡所成，反欲以善，以惡，以善勝惡。第四项，咱需要做的就是讲，用身体献上做活祭。人，第四项，这个献上咱家己的身体，和神做活祭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安尼讲，使徒保罗安尼讲。我以神的慈悲劝恁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欢喜的。恁安尼做是理所当然的。罗马书十四章第七十到第八十，使徒保罗搁再加上安尼讲。萬無一個人為家己活，無一個人為家己死。咱若活著是為主來活，若死是為主來死。所以咱死啊活，總是主的人。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用全人、全心，不是干那身体，而且你的心献给上帝，同时也连带着家己的心。为什么做全人的献给上帝呢？因为安尼会乎上帝欢喜。全人全心献上，意味着规个人爱被上帝来更新。规人要伫基督来拆开并重建，并保罗说爱效法主，因为咱若无效法主，咱就去效法世界。今仔日的基督徒生活方面，拢爱小心。咱每做一项代志，会选择拢爱选择上帝的心意，下上帝的心意，毋是下着咱目睭所看的情感、肉体的情欲，或是今仔今生的骄傲，咱的效法耶稣就袂效法世界。咱若是含追求的甲世界共款。咱就无下上帝的旨意，所以要被更新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学习的知识，不断用主的话来省察家己，
咱第五项是讲万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奉白敬圣灵的名，互因洗礼吼。咱是伫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记载，耶稣和这个十一个使徒的大使命。耶稣进前来对因讲，这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后，伫加利利当着因的时阵所讲的。伊讲天上地下所有的官兵拢属乎我，所以恁爱去，予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予因施洗。凡我所甲恁讲的，拢爱教训，予因遵守。我就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这是耶稣升天前和十一个使徒的大使命。咱来去和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个主耶稣交予这个大十一个使徒的大使命，实际上是讲耶稣无伫这个世间的时，咱应该爱做的代志。因为耶稣会阁倒转来啊，咱毋是干呐讲日常行为啊，驾驶咱的日常行为讲都爱合法耶稣基督，同时也爱去世界各所在，互人做基督的门徒。耶稣的门徒伫耶稣升天后就开始忠于主的托付。三十多年，便将福音从中东经土耳其、希腊传到罗马、西班牙，直到非洲。历史历代的众教会、众使徒、众仆人，拢忠于主的信托，将福音传到伊地极。所以，世界在大部分的地区，拢有福音传到。在传福音的大事上，咱都要真正的敬信。咱毋是为着家己，咱是为着上帝的需要，因为上帝的心意爱人人得救。但是咱要梦想代志，就是讲人若无听到福音，要哪会当信呢？因为真侪兄弟姊妹。一开始就想讲，我要带人信主，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咱真侪人活几十年无信主，啊，最后一段时间才发觉讲信主的重要。耶稣讲吼，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予万民听。万民包括所有的人，你的亲友若无听，对你来听到这福音，伊要去对听，因是无机会来听。袂使讲，因为我无口才，我会惊，我怕，惊更小，这拢是借口。其实这拢是会当 overcome。咱已经知影讲，真是几啊项代志，咱拢爱做。咱现在也去传福音，予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现在呢，咱第六项要讲的，就是讲，咱爱忠心侍奉咱的教会，耶稣的教会。耶稣安尼讲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安尼讲，伊讲经常记着讲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但要侍奉伊。
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安尼讲：，温困唔通平淡，爱心内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在教会的群体内，什么叫做侍奉呢？侍奉一般来讲是讲参与教会内的一切服事的工作，让教会会当有有效的发展和运作，信徒也会当接着服侍的行动，一方面回应上帝的听，另外一方面透过服侍，和家己的信心同时得到具体的建立。侍奉是体现在教会一个服，敢是敢若讲服侍教会的代志吗？侍奉会当分作三种，侍奉分作三种，一个叫做敬拜侍奉，一个叫做工作的侍奉，甲一个生活的侍奉。咱拢知影敬拜侍奉就是讲，敬拜上帝，阿罗上帝，吼、哦，当用神当地的荣耀，和归乎上帝。敬拜信徒，从一本一个本分，袂使无做。第二工作的侍奉，工作的侍奉就是讲教会整体的工作中有真多无同款的岗位。亲像讲长老，还是执事，种种的事工，拢是一个工作的侍奉。最后所讲的是生活的侍奉，因为这个咱可能平时较未去想到，因为信徒的生活，因着信仰的缘故，会有所改变。信徒不但有新的生命，要有新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信主未信主以前，你会当随你的家己的意思去生活；但信主以后，知影生命是主权是属于上帝，要追求按照神的属性，并神的吩咐来生活，是一种甲世界价值观模式无同款的一种生活。属神的生活是具有见证，最重要的这样代志就是讲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会当见证，做见证，和唔捌认捌基督教信仰的人，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看到耶稣基督。信徒的生活上见证时，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。特别是要爱，学着基督下地的爱。最后，咱未记的第七项，咱上重要的一项是讲，时时祈祷，甲上帝接近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佮咱安尼讲。应当一无牵挂，只要凡代志接着祈祷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恁所爱的过给上帝讲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也安尼讲，伊答应咱讲，神会当照着运行伫咱心中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安尼讲，甲咱保证讲，恁祈求就予恁，纯粹就甲纯粹就予恁找着，敲门就甲恁开门。祈祷是上帝爱咱所做的代志。亲像咱伫讲电话、甲朋友讲电话相款，伫爱，互咱会当吐出咱心中的感谢、懊恼、喜乐、悲伤、失落、
祈求一切代志拢会当向天父来求讨。咱为什么要祈祷？因为上帝已经知影咱要祈祷什么。但是呢，因为祈祷是圣经要甲咱讲，咱就爱祈祷。像咱常常安尼讲，是讲主道文耶稣教咱讲安那祈祷。咱咧常常祈祷，唔通灰心，向神祈祷，唔是干那向伊求处。上重要的是甲上帝亲近，甲伊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是祈祷上重要的代志。上帝应允咱未白白的祈祷，虽然咱有当下无得到迄个效果，上帝应允咱呢，按照伊的旨意来祈求，上帝赐予阮所求的。有时上帝明明知影恩慈对咱的祈祷的回应，是为着咱的好，这种情形诶，唔是讲咱都爱免祈祷。祈祷也毋是讲爱上帝，按照咱的愿望和咱所要求的。但是爱实现上帝伫地上的计划，咱有时阵未当了解的时阵，经过祈祷，咱会当辨别上帝的旨意一种方式。缺乏祈祷，是表示着讲你的信心不足。咱祈祷是讲有迄个信心，因为上帝会听咱的祈祷。时间性是上帝决定，因为是这个祈祷是咱表示讲咱对上帝的信心，上帝做伊应该做的给咱，所以咱爱时时祈祷，才会当甲上帝亲近。啊，咱是得病啊，头段，这里，所以咱的结论是安尼啦，咱是第一项先做基督徒，啊，若做基督徒的时阵，唔是遐尼简单，咱袂使干呐讲我是基督徒啦，尔。这是一个代志，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做，这是应该的。有这七项代志，咱一项争取去做，不一定当时你当做七项，但是咱这个呢，爱放在咱的心肝内底，爱实行出来。安尼，咱所过每一日对上帝目睭来，咱就会当孝顺。所以，由咱大家尽心尽力来遵行这七项代志，所以做基督徒不是遐尼简单，哦。安尼，咱做伙阿头过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要向你悔改，因为我有真多日子在你的面前是不当孝顺的，因为我的无知时时背逆你。主啊，因着你的怜悯，你拯救我，让我会当活在你的面前，但我却常常靠家己的意思过日，无活在家己的交通中。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把我家己全心奉献给你做活祭，遵行你的旨意行事，让我会当较侪属年属灵的年纪，拢会当孝顺。主啊，求你时时刻刻指教我，
怎样孝顺家己的日子，会当教阮得到智慧的心，互阮每一日所做的任何事，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